上个系列视频有很多粉丝对我们这个点火器很感兴趣，为什么叫它光剑点火器呢？下面我演示一下给大家看看，点亮以后它像一把光剑，你们看像不像？这是一个可以充气的点火器，这里可以调节火力大小，点火的时候你可以打开这个手电开关，这样你就不需要一直按着了，只有一个手掌大小，收纳起来也很方便，备一个在户外使用还是挺方便的。